我现在要，这是我每天做的工作。我下午来到这边，就是帮妈妈泡脚、刷牙、打气功机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上船。那以前我都请他们帮忙上船，后来我觉得我也要练习，能帮妈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对不对？啊，能亲自帮妈妈上船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，我舍不得让别人做，所以我就自己做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啊，可以帮妈妈上船是很幸福的事啊，对不对？请我哈，好不好？抱好哈。那现在这个手会掐住我的，以前不会，现在会掐住我。啊，等等，没有没有，哦，他会靠紧，对，他等等等等，会靠好紧哦，对，嗯，现在会抱紧，以前他的手就是这样软软塌塌的，软趴趴的，啊，这只手你看，也是可以掐住，两只手都抓得紧紧的哈，烂掉掉，他的手还在我的背上。背上，那我把它绑好。然后帮他再这样的。这样前后腰的动作。脊椎动一下。这是你。他还有在走吗？有有有。你要看到那个数字哦。有有录制那个数字一直在动。刚刚应该先把那个变成飞行，是不会有锵锵锵的。哦，变成飞行啊。现在来不及了，已经在。他都不会抱好，现在会抱好。
难题。装置温度中改升高，哎，要继续升高，所以现在。没关系，它得自己会，它如果太高了，它就会自己断掉。我叫它不要再显示。六分了，6分54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基本的动作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就是它的那个一股式的基现在身体正很多了，嗯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嗯，我现在把它绑好，嗯。然后慢一点，现在快速，用力动，震动。我天天买的，不要我天天买的。看他脸脸很红润哈。嗯。这里看镜头，看镜头。没关系。哎，笑一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看他的脸。没有。皮肤。逗他。你看他的皮肤。嗯。很红润。有手机，有一些没用的手机。你看我这边手机，它这边这个震动要1分钟。嗯，那我现在帮你看是吧？哎，好。它一共要
左右来回两次，就是一共要四分钟。嗯。震动，然后静止要八分钟。你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你的功课也是这样？大家都做同样的功课哦。哦，你也是。好，一分钟了。那我通常来到这边，我会多增加一个，因为它的脊椎，嗯，多增加个半分钟。你帮我看一下，好了，看他这两个肩膀都很平，以前我这样他整个身体会跟着过来，非常的僵。好了，再三十秒。好了，这是第二回合了。这边就比较硬，所以他你看他肩膀会起来。嗯哼嗯哼。可是那边也会起来，这边是不是这样？出来哈，嗯，嗯。平常我会放的音乐，只是因为都要放在网络上，所以我就把音乐关了。嗯，以免有那个音乐的版权问题。好了。好了，Thank you.
好了。好了。好了。可以了。好了。可以了。这里要八分钟吗？所以现在还是一分钟。对，现在是第二回静止的第二回，一共要四次。好了。
好了。嗯，好厉害哟、哦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了。啊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一次比一次深？嗯。好了，嗯。
好了。这要多久？啊，一样啊，这一分钟，这是最后一次，等下要换动作。好，现在多久了？29分了。可以把它停下来。